Wicked! 来，再来是我们的艺人朋友，第一位是台北的温兆宇，小兵，还有宜兰的韩白仇，贝丽姐，三位又聚在一起呢，三巨头聚在一起，好奇怪的组合，以前都好像在台视哦，对，秀场也是在台视。那个也是台视，你看我这个三台的默契，你好厉害哦！对，你跟我们年代差不多嘛。好了，在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先请康康来示范一下，康康还说笑。我讲这一个哈，也算是跟节目有关了。我在这边跟大家申，这个等于是先讲一下，有这些朋友来哈，来看咱录音哈，不管是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哈，还是咱的这个同行。大家看到玉芳在我们节目这样子相恋相爱，哦啊结婚怀孕，啊达到来拢是该讲啊玉芳你哦你真的足水耶哦啊你安怎啦都关心她，对呀，然后就有人就放话说了，讲叫伊，我是想来我心内是想讲哦玉芳大把多嘛，我惊讲也不方便，我得甲制作单位讲啊无叫伊先休困，因为我是为了她的。这个上面身体健康着想，啊，结果吼，玉芳找一个制作单位讲，因为医生啊讲吼，伊怀孕时袂当看到伤歹的物件，啊，无惊讲囡仔生出来吼，会伤血人，所以伊个制作单位开教对吧？伊个制作单位讲为着伊的健康，希望讲我当找代班啊。我讲我都无计找代。我得让两家一边赚。我叫我去代班就好啊。搞不好我得话制作单位讲阿无拜托的，我阿未娶某，我要欠某本嘛。哦，结果我得甲玉芳交换一个条件，我讲只要是比我较歹，拢袂当来。结果他的名单为咱播出三年多来，多一个菜头。所以你看，阿公阿妈拢无看到菜头，对不？结果呢？很多菜头隔壁老人啊，照刚走起来，我咧歇困，结果一开开玉芳哦，菜头龙气甲要死，不是天算不如人算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不是他刚要进来的时候，他进来是要恭喜他呢。啊、他视而不见，不是他要进来的时候，一定有宝贝啊，心快空，玉芳姐，赶快把眼睛遮起来，不得了了，我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，菜头大哥来了，那一起喝你啊，结果我那菜头是恭喜啊，那是看到鬼，哎呦，你哪这了解？我跟你讲，我当初已经啊菜头老师讲啊，哦，对，其实啊你不叫伊来了哈。啊，无叫伊来，伊讲你一个要生进去，一定要来直接的店。开开玩笑啦，好。来，第一个要讲笑话的是我们的小彬彬，欢迎小彬彬。哇，
小冰冰又有一阵子没来了，一定是这个羊肉炉现在当地搞，当地搞，大家嘛只羊肉炉的潜力雄厚。对啦，康哥一直讲要去，拢无时间通去。哎，拍你今仔甲我讲，不是我出，今日咱只全部的朋友，咱拢来请，好不好？我是哥，这是我羊肉炉收起来的。啊，我先。你羊肉炉一间会亏损那么多，要亏损到卖房子，你要把自己房子卖掉，那你真的要演星星知我心啊，妈妈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好不容易今天带所有的从桃园来的朋友要去给你捧场呢。好可惜哦，什么时候收的？哇，那也收起来。今年的夏天收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地点找，地点找不好。哦，又是单行道，哦，也不能停车，对，里面只有六桌啊，那干嘛呢？然后师傅又爱喝酒，哦，那然后自己也爱喝，摆到最后，整间店就这样没有了。哦，那这样呢？这都不适合你。在北处，对啊，在台北市的，因为先从卖房子去认识好的房子之后，好的地点之后，了解行情之后，再来开一间羊肉炉。不过你现在从事房仲业，我觉得那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人脉。你等一下留名片给我。哦，好，我可以让你帮我卖房子。真的吗？我没有把人谈，我干脆有你谈。你留名片给我，给自己人的年轻人创业嘛。对。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要支持，要支持。对啊，来。啊，你今天来嘛，先帮我们贡献个笑话。讲个笑话哈。嗯。哎，这是一个牧师跟修女的故事。牧师啊，牧师啊，牧师啊，牧师。干嘛你讲？有吗？有吗？牧师，哎，牧师跟修女两个很喜欢打高尔夫球。然后呢，有一天，他们就下场打了高尔夫球，怕高，牧师就砰，哎呦，一杆，哎呀 ，penny 呀 ，penny 啊，哎，哇，打歪了，牧师就讲。妈的，我又打歪了！哎呀，就修女就在旁边听。哎，人还袂记的心，气到气到，什么球品这么差嘛？对，牧师你是一个传道的人，你哪能讲妈的这样？好，没关系，第二球，牧师又打，啪，又歪了。牧师说：“老师的，妈的又打歪了。”妈的，你老师夸过妈的又打歪。结果修女就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你不能这样子一直骂脏话，你这样子球品不好。”这样如果给神听到的话，上帝哦，会打雷打到你，会惩罚你，造口业。嘿呀，那结果牧师就说：“好，那我下次诚心忏悔，不讲脏话，不骂脏话。”结果下一次又来打高尔夫球了，砰，又打又歪了。我牧师就说：“妈的，我又打歪了，太气了，都忘记了。”结果修女就说：“啊。”你讲了，啪，我一个雷下来，哎呦，牧师很害怕，我错了，结果，哎，打到修女，啊，对，然后牧师说怎么会这样？看天上，那个神的，妈的，我打歪了，来。哎，你好，真正是小冰冰的，你好，哎呀，我去年都要看你的，那个大家来说笑，你卖牛肉炉嘛，嗯，那变得没有，煎的卖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店面不好嘛，啊，我买的嘛，啊，单行道，单行车，师傅爱啉酒，你家己嘛爱啉酒。来我们两个演一对夫妻，要卖房子的。我演陈先生，他演这个陈太太。你来教。小彬彬来饲恁家电铃喽！叮咚叮咚。哎，老公，有人按门铃？有吗？有呢。会不会是小彬彬啊？我不能找他报给。我来家。老公，我们这房子要卖，你看找谁来卖好呢？叮咚，我有叫那个房屋中介的人啊，可能来喽。叮咚，哎，先听一下，谁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星星知我心的
小冰冰啊，你们认不认识我？怎么可能？拜托，小冰冰集团诈骗，你真的是小冰冰？你把大姐到小冰冰顺序讲一遍，我们可是忠实的歌迷啊。OK， 冰冰啊，大姐在。弯弯，弯弯，东东，东东，佩佩，佩佩，冰冰。你们应该有见过我吧？你有知道吗？秀秀，秀秀，吴敬贤，谁秀秀谁料？谁弯弯？谁弯弯？过来弯，东东，过来谁佩佩？对，谁冰冰谁料？伊无我多生，拢生硬，我拢挑伊。无，我既然讲唔对啊，应该是秀秀、东东、弯弯、小冰冰才对吧？佩佩、小冰冰。无啦，无，是弯弯较大还是东东较大？问我比较清楚，是弯弯较大，是佩佩较大，还是东东较大？弯弯较大。弯弯的真正名叫什么？胡胡什么？胡胡胡家胡家伟。胡家伟。对耶。真正太厉害了。叫这个人进来看看。啊，胖叔叔是米鲁子。我的屁看看。你要把答案讲出来，当然是问他的。啊，你爸爸就是的。像像像。我们爸爸，康康，康康爸爸的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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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正是小冰冰的，小冰冰的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顶我去年都看你的，一个大家来说笑的卖牛肉炉嘛，嗯，那变得卖的，真的卖真的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店面不好嘛，我老得嘛，我担心到来全家，师傅爱饮酒，你到底爱饮酒？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服务一下？啊，不，你看一下，你敢不当没有啦，就我一定是帮你们卖的啦。可是看看你们愿不愿意，就是给我这个机会。你这外行的，你应该是进来招楼，进来招楼，进来招楼啊，应该是讲我别个卖要赚我的钱哦。不会啦，我是身上真的是没有多少钱，我很可怜呐。那我一人当到身上只剩25块哈，这是本来是20块而已，20块，一个10块，2个5块。这是宝贝用的，那可不可以有房子会成交？拜托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这 N 馆哦，真够 N 的，我不会骗你。万宝金那起工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还有50块。我不骗人的，不骗人的，老高不老实。没有没有，拜托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来来，我们一直讲。我觉得你只是仗着小冰冰的名号，搞不好你真的不是他。而且我怀疑你是秦伟哦。不是不是，长得很像秦。我看你出去好了。不是不是，拜托给我一个机会，因为。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孩要养。哈，你生2个小孩啦？你这么不会赚，还自己那么爽？因为羊肉炉吃太多了，所以小孩生很多。那这样子，拜托你们给我机会吗？轻轻一眨眼，人间数世寒暑，转眼像云烟。像云烟，可以给我机会吗？你规间厝拢假去陪我，我到我到上头。哎呦哎呦，真要有差呢，嘿，用小冰冰就有差。那你以后随身要带一台那个音响，直接被弟姐唱。你按人家拜访的时候，弟姐唱得很好，我很怕你唱不上去哎。哎，贝姐都含眼泪的哎，对啊，看这首歌很动人心弦，好感动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干嘛也哭了？我在演戏啊，我也哭了，因为我当过业务员啊。对，你以前卖什么的？我是卖那个电器，哦，冰箱。我大概22岁就每天跑法院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朋友给我买那个电器，买完他就不见了。他就把他的买的电器拿去卖给别人，然后就跑掉，然后也没给你钱，没有给我钱，然后我就一直跑法院。哦，等于你遇到诈骗集团的丢了。以前呢啊，朋友啊，嗯，对，所以年轻人哈，其实年轻的时候吃苦是比较好的。对，我现在都不怕上法院了，但是也没有上过法院。对啊，不需要。就是进演艺圈以后，一切都以和为贵，能够。宽恕就尽量对宽恕，所以我觉得小冰冰她这个放下身段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，很好。对，那大家共勉之啦，好不好？不负时期的，好，加油啦！我都行过，我行来甲看，哎呦，店内底咧啉烧酒哦，我奇怪，拄则都无感觉伊有炸烧酒，是安那炸烧酒？原来是去硬伫遮，你知无？
一边硬一个啊。哇！我拢带带卤菜尔呢。你有当要求讲要边角，我才哦尊重。好，唱歌唱歌唱歌、哦、唱哪一首好、欸、轻快的歌曲，掌声鼓励。那个老师，帮我再弹一首《星星之我心》。还想要求加分啊？因为我不会唱歌嘛，刚刚。哦，那这样子来唱这一段，刚刚那个贝蒂姐帮你唱的这一段怎么样？好来。啊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转眼像云烟，像云烟。谢谢谢谢。感动吗？我这不是大家来说笑，是大家来一起哭啊！评审给我们几分？来，评审请举牌。亚白亚，第二，我们的狐狸聪明先生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吴秀珠小姐，欢迎秀珠姐。来来来，秀珠姐，我刚刚看了小冰冰啊，真的很感动哎、嗯、啊，真的，对，长大了哈、哦，已经当爸爸了，他生的儿子更可爱耶，对啊，其实小小冰两个孩子啦，对，都男的，几岁几岁？一个两岁，一个还在肚子里，下礼拜生。所以真的爱拍拼，还是为着家己的下一代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小冰冰这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他愿意放下身段重新做起，对、啊、对, 对。所以叔叔不帮你，要帮谁？对啊，安吉要有准备备准，好一点啊。对对对，要帮助年轻人呐、啊，哈、啊。来来来，你叔叔就乖啊。你常常去阮家啊，因为他跟我儿子很好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去阮家拢会哎，秀珠姐，秀珠姐呢？秀珠姐，有一摆吼，你敢知去阮家？你讲我吗？当然咯，无够搞笑啦！我自动来打招呼啊，我讲秀珠姐。但是我咧感觉你有一摆真奇怪啊。安怎安怎奇怪？哦，一摆足有礼貌的呢。嗯，安尼，秀珠姐，秀珠姐呢？哎，我讲，哎，对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讲，哎，奇怪，啊，这个人今日变遮济啊，才有礼貌，佮行咧，行到安尼九十度的了。较早是挥挥手，因为无介熟，愈熟的时阵，咱佫爱愈有迄个感觉。嗯，系啊，因为足关心我，常常叫我讲。我唔忙啉伤济酒，阿伯讲对身体无好嘛。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你啦，因为他儿子只小我一岁，我那兄弟安尼。哦，但是一摆唔是啊，一摆是安怎？我行过，佮行来佮看，哎呦，店内底咧啉烧酒咯。我
奇怪，拄吃都无感觉伊有炸烧酒，是安那炸烧酒？原来是去硬伫食，你知无？一边硬一个啊！哎呀，我唔好啉烧酒。硬啥？硬酒哦。嗯，就干那硬烧酒硬在食。啊，所以啊，呢，这就吃得烂。无啦，迄是恁后生讲，伊咧做音乐无灵感，讲叫我灌酒，两个开讲安尼。哦，别讲，我嘛你刚错派去的。无啦，我拢灌卤菜尔安尼。你有呾要求讲要边角，我才哦，真正做这个。做点。哎呦，那您这少年的哦，啥物想康想胖拢想有呢？啥物伊都有哎。对啊。趣味。来啦，今天秀珠姐来帮我们贡献个笑话，来讲一个笑话。我讲一个博士哈，一个博士吼，伊学问足饱的，哎呦，爱到处去演讲，你知无？嗯，结果呢，伊演讲真无用，就请一个司机。啊，这个司机呢，逐天拢坐伫台下遐听伊演讲，听伊演讲，听伊讲。结果为着甲伊头家讲啊，几个月了后，甲伊头家讲讲，老板老板，嗯，你所有咧讲的，我拢会晓讲呢。安尼，然后口讲真的啊，假的安尼。啊，无明仔载换你讲看卖咧，伊讲好啊，伊就讲好啊。结果明仔载因头家就讲，真正有影啊，爱互你西装换你穿，我要听你讲看卖咧安尼，甲我操蛋。结果咧，明仔载咧，伊真正穿因头家的西装去伫台顶，台顶对头讲甲尾拢无闹交就对啦。演讲就对啦，因为逐工咧听甲家己拢会啊嘛。啊，因头家是穿伊的衫，穿司机的衫坐伫下骹听伊讲安尼，那场呢，有一个观众呢，伊就讲，伊就讲，报告博士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哦，我有意见，我要问问题。我要问问题。啊，博士讲，什么问题？这个头家坐伫下骹讲，这声厉害呀！伊搁要问问题，伊就开始一直问这个问题了后呢，伊就讲，不要紧，博士足够的，什么拢会晓，这条问题太简单，唔免着互我问，唔免甲你回答，你问我的司机就知影。伊讲叫伊问伊个司机就知影，反应足紧哦。嘿，娃娃娃娃，我马上用手肘看，睡木头的站姿走姿，音乐。弟姐应该交情匪浅哈，你今日穿衫阁穿足港的，你是在顽固啊？非常有默契，这怎么样？过来这样啊！啊，这人是安怎？这人古毛啦，那会啦，看起来贵气贵气的呢。你看这古毛哎，真的哦，你请一个菲佣哦，将来唔捌讲菲佣煮一顿饭好食，那有这好代志？你菲佣若要去煮饭，你就讲，你唔通搞我叮当哦，你唔通搞我叮当，迄个垃圾去安尼。哎呦，甲菲佣甲恁家用垃圾，咱唔叫伊来摒扫的。对啦，安尼尔。菲佣要甲切一个水果，讲，小等下你唔通搞我叮当，唔通搞我叮当，因为我切水果拢爱用牛的牙签来牛啊。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，恁家菲佣到底是要来恁家要创啥的啊？啊，佫唔那是安尼哦。佫有哦，佫有哦，菲佣要甲洗碗，伊讲，你嘛唔通搞我叮当。唔通跟我叮当，小等你给我讲破的。感情哪样呢？你就是只古毛，所以拢甲即卖嫁袂出去了。阮这个费用，你安尼应该嫁袂出去，因为迄个查甫也袂讲，你唔通跟我叮当，你唔通跟我叮当。你安尼人是要怎跟你斗阵？真的啊，假啊，刚才小听见。我儿子如果要尿尿，我拢甲徛边啊看，伊若滴到吼，我看拢紧摕纸巾擦擦咧。看我有来，我跟你去嘞。阮的菲佣吼，伫阮家吼来甲我做十九年，因为因的老爸吼是伫个即个鹿港吼35年的时阵吼，民国35年去菲律宾娶某，啊娶某了伫遐生囝呢，所以因会当来认咱的台湾的认宗归祖，所以他可以申请身份证，所以19年啊。伫19年中间，因妈甲我做一顿饭。啊，你讲阿叔你讲讲洗碗吼，因为那个碗盘是整套的。啊，如果吼被他打破了，还是讲气缸吼，伊会较粗鲁嘛，啊，伊迄头都拢无去啊，其实是这样子啦。哈，我阿姨这个费用算好命，好命费用，无怪咱住19年。
来，今天秀珠姐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纯情的花》。哦吼，《纯情的花》拍破了。掌声鼓励。世间的奥妙，我是看透透。人生说要来讲笑话，让我们欢迎胡玲女士。好，麦克风来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我可以跟我们的龙恩里的那个问个好，好，能哎，龙恩里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那你要讲什么笑话？我来讲一个笑话哈，就是有一位帅哥，然后他匆匆忙忙的，哦，他给你招到那个医院的门口，然后他就跟护士小姐说，护士小姐，挂号挂号，那个护士小姐正在忙嘛，头都没抬啊，然后就说，有来过吗？问他有来过，先旁边先写一下资料。有来过吗？他说有啊，我每天天天都来。哎呦，他病得不轻哦。护士小姐就说，叫什么名字？他说好，那个帅哥就说，叫邮差。他是挂号信，挂号。你那已经过来了，问我什么名字？还以为你要来看医生挂号嘞。原来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胡小姐。好，接下来要欢迎另外一位艺人。再来这位，很漂亮，漂亮的贝蒂小姐。欢迎贝蒂姐。开叉，皮肤好白哦。哎呀，我站在贝蒂姐旁边，马上就变成那个
孕妇。哎呦，马上变成小人物有没有？就变这样，而且还要站这样。我们要问一下贝蒂姐，因为贝蒂姐不管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贵气十足的样子，是不是要教教我们大家？我跟你讲，刚刚就讲了嘛，她不是外表而已啊，她是气质。一人出林嘿。有的人像安尼啊，倒去安尼足懒惰的，啊足笨蛋，啊伊是外表安尼过气，结果倒去真正人生哇，拢家己来，主菜嘛家己来。啊，其实呢，这个一个女人哈，我其实你说我贵气怎么那个？我觉得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最有自信的是她的眼神，眼神啊，眼神对，她的眼神很重要。啊。玉芳，你做一个很有自信的眼神，我看看来。自信哦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之前哪个说话？以前做成 S H E 的 A 啦，以男扮女装啊，女扮男装啊。多做几扮。很有自信的呀。你看他老毛不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温柔，六块。哎，暖了，来，你也自信。我做一次给你看。贵妇的，一个女人很有自信啊。看前面。哎呦！哇！这是很有自信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隐隐约约散发出来的气质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嘞？那个什么宫的那个宫，神水宫。哦，神水宫，江小鱼。花无缺那时候就他演。那个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没什么演戏，就是靠眼神。那我来。好，你那个眼眶来。自信，自信。演小鱼儿。不是啊，我演刚刚你那个。来来，阿来来，请请。你有蕾花呀？不是吗？吹过哎，吹过你把酒呢？就这样子啊。不是，你吹过你把酒。把酒拿起来。哇！五列牛牛郎见到了，一个男生，他说，没啊，我看到安尼，外面可能看都无法多见。好了，眼神你是没办法，有没有其他补救的办法？这个哈，一个女人就是眼神，再加上她的这个风度气质，举止，举止，对对对。哇，你看，你示范一下，走路就是走路哈，走一下哈。好挺哦，哎呀，要背肌要拉得很直，对不对？我睡觉的时候是睡木头的。哇，连仙舞够痛苦。躺床上也不行吗？没有，站，咱站拢站，不是呢，我都爱睡木头。人讲古猫就是古猫，你知无？娃娃娃娃，我嘛被用走走看，走走睡木头的站姿走姿，音乐。这个大军全部出笼的时候，我看那魔戒都是这样。我来我看你咧行路，我感觉我有一个感觉，讲我介样一堆捌看过。啊，真的吗？我真想起来。贵妇。我甲吴孟达去香港的时候，吴孟达有。吴孟达怎么得安尼啦？你讲达哥有无？他们有算错一点吗？还够有无？一个女人呐、啊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临危不乱的时候。哎，临危不乱。我现在说一个，说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在走路走到不小心，现在有很多那个路上的那个缝哈，五元洗衣罐 ，stainless 一罐。对对对。啊，洗衣楼，那个下水道。瓷砖呐，那个卡住。你把你哈这高跟鞋哈，鞋跟都要去卡住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哦。哎，康康，你说怎么办？拔起来呀！来来，你试试看。好，我刚刚到那里哈。到底玉芳怎样处理嘞？广告了，马上回来哦。
这样要把鞋子拔起来，脱掉以后拔起来。卡住了。喂。苹果日报记者，赶快来拍。你不是没有新闻吗？不是。苹果日报干嘛？我很多人出事情，怕没有人知道，还要叫人家来拍。那要怎么样？贵妇的话。其实哈，真正这个卡到的时候呢，就是轻轻的把它转一下哈，总是有一个缝哈，它转了它会拿起来。真的吗？不过我最近哈，最近跟阿朱在国父纪念馆登台的时候，这是我亲身的体验。我穿的是那个黑裙子，蓬的，后面还有纱对。哎呦！然后我就唱那个我唱什么？我唱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？卡窗。不是卡门那位，前面是啊，你人生都没记啊，人说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，结果我那个鞋子刚好那个跟比较细就卡住了，卡住的时候呢，那我就没有动，我还是在这边唱，短短的一下，你快乐，你幸福，我还是不动了。等到这个歌唱完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今天这么多的来宾。1000多个当中，有一半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卡都救起来，本来是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然后我有慢慢，而且就当作是假装要敬礼这样，敬礼的时候拉一下，救起来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们大家要临危不乱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也有试过，我试过是在餐厅里面，一刚收操就不赢。啊，我爱里面照卡照来照去，结果照卡的迄款，迄个排水拢有千啊 stainless， 啊，拢一扎一扎的挂嘛吼。那我那一天鞋子刚好卡住的时候，啊，我赶紧要照出来，迄 stainless 规个总要夹起来。哇！把那个 stainless 拔起来、啊，拔起来，因为那个都是好大一片呢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讲阿雄啊，紧的啦，他就帮我。拔掉了，那整个都卡住了，因为那都一段一段而已嘛。哦，哎，这个那就很只有贵妇才遇得到，哎，我们还遇不到，哎，因为我经常要在厨房。有的人像说是一卡住一个来，用起来派去，伊嘛甲即块啊等。而且广告都是安尼按啊，对啊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还跟贝蒂姐学到很多贵妇的方法，很多放松的方法。哦，那今天来跟我们讲放松方法的这个笑话吗？是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叫阿发啦，啊，一个是阿忠，啊，因两个在饮酒，饮的时阵吼，迄个阿发来讲，阿忠，我最近吼心情有够郁卒，伊讲你是安怎？伊讲，我乃感觉阮某吼，安尼最近拢怪怪，伊讲是安那怪怪，伊讲我有一天吼，心情嘛无好，啊，我坐计程车吼，我甲迄个司机讲。都有一所在吼，有当去放松的所在。哦，放轻松。哎，放松的所在。伊讲，我带你来去，结果车子开店面到门口。你拢听我，我真的好爱你们呐、喔！有没有爱我？这个聪明啊，你一定绝对会连任，够聪明，你拢听我。这个是再去因家啊，拜托，这个因翁戆戆，定定拢无得啊。因翁一定服务无好。来来来，啊，拄仔讲到咧，秀珠姐甲你嘛就是个常常在一起吼。哦，拄仔伊伫唱一条歌，人生茫茫渺渺，一年一年老了。有一天我来录音，阮两个就坐伫遐开讲。嗯，阿叔讲，贝利啊。遐有一只家雀，我足惊嘞！我讲，迄家雀我唔惊。哎呦，铅头啊摕来吼，就甲拱落了，直直甲拱。蟑螂怕拖鞋嘛？哎，对对，直直甲拱到尾啊，看下无叮当。阿祖，好了啦，打死了！伊讲，对呀对呀，我看卖。夭寿啊！这个看是啥呢？啥？一粒插头。老花眼嘛，老了。不是，爱看的插头，恭喜蟑螂。啊，你哥去拍的插头。啊，我两个拢差不多，拢爱挂那个老花眼了嘛。
欸，老花眼看物件是安怎？就是模模的，模模。安尼无法度，爱安尼看无，爱安尼看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拉远。阮无哦，人阮的目睭那月亮嘞。加月亮蒙蒙毛渺的。无啦，啊！你个插头甲蟑螂插手子，欸，你甲迄两个咧插头，欸，动了眼睛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差别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唱这个主曲哦，《夜上海》加《爱神的箭》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公布总成绩了，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啦。一号选手小冰冰40分，二号选手吴秀芝小姐40分，三号选手菲丽姐40分。所以三位都是我们的冠军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里长狐狸聪明先生，我们颁发冠军锦旗。招财进宝，碧玉手链，华丽形态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金银财宝，宝马喜。